就问了你这些吗？对，就这些。行，谢谢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哎，对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往后你要用车的话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你免费。谢谢。哎呀，不用谢。其实啊，跟你聊天真的挺开心的。你叫高天？高峰。高峰，你叫高峰。哎呦，那个，你说你曾经是个警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那个，那慢走啊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好吗？再见。再见。徐总，请留步。我想谢谢你。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？魏浩宇。因为他就更不用这么客气了，他是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今天这个位置的。你很抬举他。沈行长。我选人一向很苛刻的，但是浩宇他已经超出了我判断人才的标准。再有才能也需要伯乐发现和提携的。再说我们两家之前有牵线，你还能这么大度地任用他，我佩服你。亲人并不一定是亲信，用人不避嫌嘛。您放心，我跟浩宇一定会合作得非常愉快。我送你出去。